这句话太回来啊，就是说，现在有什么机器会议啊、G 二零会议啊，这都是某一种限定的，还是什么进军五国会议啊？但是有一种说法，实际上现在是四个国家，嗯，啊，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你们也听出这样的说法吗？说德国未来会成为西欧这个世界里面的主要的领头羊。 现在已经是了。哎呦，你很自豪嘛？讲这话，我们就等你讲因为在欧盟里边开会或者做出什么决定，<laughs> 实际上迈克尔前几年还没到这个，所以有些人要把迈克尔弄下去。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忧，一些社会精英、知识精英非常担忧。那欧盟怎么办呢？现在谁再上去能够取代迈克尔这个位置？能够说话，嗯、能够镇压住整个欧盟团体？ 现在迈克尔可以说话，在欧盟里边可以说话，而且大家还是服他的，他的威信已经上去了。德国的经济就是一张黄牌，他做总理已经十四年，整个德国、欧洲的经济最稳定的就是德国，而且持续上升。整个你看物价非常的稳定，呃，而且整个社会非常和谐，这个都是一个标牌，大家都看到。 假如迈克尔下去以后，欧盟怎么办？很多人就在担忧，不是单单是德国人在担忧，其他国家、欧盟一些主要的控制这个欧盟的那些国家也在领政治领袖也在担忧。所以，呃，德国现在他们也要，假如是迈克尔下去，也要一个持续的迈克尔政治路线、经济路线的一个持续的接棒者。嗯，这是非常的重要。假如没有这么一个接棒者，又返回去。 另外一种搞法，那么欧盟就不太平。我我是认为，我我没有怎么样在欧洲，我没有怎么样听说这样的说法。我觉我觉得德国其实一开始要成立这个这个欧盟这个组织的时候，德国有一个非常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退在后面，我们是在整个的里面的一部分。当然，因为德国它经济很强势。 各方面，它的社会的结构很合理，它的教育制度、它的职业教育都是非常怎么说很健康的，所以它在经济方面相当是一枝独秀的。但德国一直是在政治上比较就是退让的。以前的前两任的那个总理施施密特是的对没有施密特前前前任的。 那个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那个总理，是施、啊、密特。密特<对>他说：“德国永远应该做经济上的巨人，但是政治上的侏儒。”嗯，就是我们，他们就是一直在汲取这个历史的教训。你人家看你这么强势，还是会眼红嘛？还是会嫉妒嘛？<对>又把这个纳粹。 抓出来放在你头上，你看看你们怎么多么坏多么坏！你看希腊，他是自,自己经济搞得不好，马上就说你们要给我们做战争赔偿。那那那德国人怎么办？他就他就不说话了。所以德国必须汲取这个教训，在政治上永远不要太强势。但是在也这些理念方面，比如说在难民政策方面，默克尔非常的强势，他要求在欧盟里面大家统一的就是。 分配名额嘛，你不能都是、嗯、都是法国、德国这这几个国家，西班牙承担，意大利不是很倒霉？人家北非过来第一个就到意大利去，<对>这个不公平的。嗯嗯、这些国家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就在这方面他比较强势。但是这个不是他的政治野心，是他当然这是一个政策。但是德国在这方面他们很注意，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你就是要谦虚，在政治上不要出头。 在经济上你多出一点力，你只要能够承担，你多出一点力，没有永远吃亏的人。你吃亏，其实、嗯、中国人说吃亏是福。嗯，即便是在这种这么势利的、只讲究利益的一国际政治上，也要有一点这样子的智慧。嗯，我们这一集啊讲了太多政治了，你真正回到了人、嗯、人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想讨论我们彼此的。嗯 对人生的感悟啊，人生的经验啊，嗯嗯、那我们现在还是要回来一点，就是说两位都是参加了很多的海外民主人的活动啊。嗯。嗯那么现在我在海外的这个情况了解，就是一边的人已经非常亲共或者是亲中国啊，嗯嗯、或者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解释。嗯。嗯另一方面呢，海外对中国现在的人群的倒退啊，中国政治出现的很多逆流，嗯，非常的愤怒和生气，嗯，嗯就是反共的这个声音。 啊，我觉得好像比八九年那个时候都差不多。嗯，但是呢，如此，但是有这样一种气氛的情况之下，至于海外名人，经常会被批评，说啊，你们海外名人怎么样？你们海外名人怎么样？啊，或者是名人怎么怎么糟糕？为什么海外名人？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我们平时都不大谈，因为海外名人，我很多人也认识，是朋友，嗯、对吧？那么就是说，海外名人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说啊，以前东欧那些流亡人士也是这样，对不对？甚至他们情况还更糟糕。但是你不能比比糟糕的嘛，对不对？嗯、你总的比一下，就是说海外民主运动对中国的政治和民主转型到底有没有什么多大贡献？有没有必要？对吧？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组织现在有哪些东西做的不对？有什么问题？嗯，有什么改进的空间没有？啊，就是说啊，只是一块招牌放在这个地方，等到哪一天革命成功了。 回去再再讨论就可以了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你们的感慨是怎么样？我先说几句啊，是这样，因为对中国民主运动，我简单的说说几个要点。第一个，我刚刚在跟你聊天的时候说，实际上我们在大陆的那原来的那个政权，就是对呃整个宣传范围是他们一元化的领导，全部有局限的，所以我们对一些概念、对一些东西都不知道的。 我可以说，在当初七九年之前文革的时候，大家对人权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我根本没知道有什么还有人权人人文主义，呃，很多社会上的一般人都没有。而且有的时候谈到民主，共产党老是自己说是民主，<对>是大家就想到的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想到的是毛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家都没有。就呃，那个魏金生提出来第五个现代化。 哎，这个下子大家就一下子醒过来。这个民主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最缺的东西。这是不是中国民运开始点燃点燃的第一把火？后来八九民运，当然没有这么提出来，但是反呃反那个官官倒反腐败这些口号，实际上也是社会民间的开始起来，就是到海外。我觉得民中国民主运动。 当然，能们没有看到，实际上潜移默化的对中国的政府、对中国的体制起到制约作用。比如说，当初的时候，国家宪法里边是没有人权这个说法的，没有人文主义放进去的。到胡锦涛当了呃国家主席以后，当了那个总书记以后，他一次修改宪法的时候，把这些内容就放进去了，而且开始签署国际的那个人权那个。 实际上，这个不是他自己今天醒过来了，我要写进去。我聪明了变聪明是社会上整个民运海外民呃民营组织在国际社会在互动，一直迫使中国。他也认清到，那时候温家宝出来访问的时候，他说的话都不一样。他说，呃，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是？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共同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逐步的转型。 他那不是以这个原话了，我原写的文章上都是原话，但是我在这里举，我都忘了，这都真是忘了。他也这么说，说明呢，当初不管是胡锦涛，不管是温家宝，他认可了这种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认可了中国的民族转型还是需要时间，还是要往这这方面走。这是什么作用？哪里来的？当然是海外民营做的了，做了很多的工作前一幕的，潜移默化。 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有缺点的。但是呢，在海外民运当中，确实有一些人，而且包括刚刚你说的，呃，一比一部分投到共产党的体制里边，一部分出来捣蛋的，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里边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一直坚持能够沉下来的，还是有不少人。 他们一直坚持在做事，因为对一个政呃对一个政府来说，它必须健康的政府来说，它必须要有制约、有制衡。在国内不能生存的，在海外我们不发生，我们的机制不发挥作用的话，真的中国就完了。中国的专制体制根本没有制约了，根本没有人反对。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不想标榜我们做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的功劳，但是我们坚持。 而且我看到海外很多人都在坚持，像韦金生啊，都都没有改变和平啊。他们尽管在理念上有不同，实际上我是也有自己的想法的。但因为这里边呢有冲突，实际上这个都不要紧，有很多项目都可以你去做，都可以去面对。我这次来，我看到很接触了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中国民族民运人士当中还是应该大写。 真的老盯着他们的缺点或者某一方不足，而且有的是造谣，完全是胡说的。所以我不觉得海外民能够这一批人能够沉淀下来，我觉得了不起。因为我们看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每一个社会的呃朝代或者一个阶段，都有一批社会精英挑战政府，挑战那个皇朝体制。 那么每一个朝代，他的说法都不不一样，是不是？我们说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时期就是有法家啊，什么什么，他们也是在对统治者提出很多的，是呃，他们的治理国家的想法。比如说到明朝，我们就近一点，有东林党，他也在挑战政府之间统治者的那个。那么我们今天有一批中国的民运人士在挑战政府。 现在的说法和当初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总要一个社会在往前走的时候，要有这么一批人牺牲者，呃，利益牺牲者。实际上，一直要坚持住，社会才往往往前推进。假如中国社会整个社会时期没有这么一批人站出来说话，我想我们中国那一片土地非常原始的，他没有挑战，对政政权来说，对治国来说，他就没有制约。 他就没有新的方法出来，没有新的呃治理的那种方案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从我自己一直在这个圈子里边，我对我周边的人我看都很了不起的，我都是很正面的看待，不管呃有人指指责或者魏金生，或者有人指责那些杨建立，或者他们身上有多少毛病，但在我眼睛里边，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在这。 在做这些事情都了不起，<laughs> 你不做我只是你好像是沉思，你还是想讲一点问题，嗯、还想有所反思。嗯，是有所反思，是因为我事实上是八九以后我加入了海外的这个民运，然后也有一段时间确实是直接在这个组织里面啊、呃，我开始前还真不不大。 搞不大懂怎么回事情，我只是出于义愤加入了，呃，但是我想这个民运，我现在说的是海外的民运，跟国内的民运是不大一样的。嗯，啊，也许我先说几句关于国内的民运，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断的阻挡。你看，九八年这个民主党，的成立，然后其他的这个社会民主党等等等等的成立，特别是民主党，真是。 可歌可泣，前仆后继，是多少人在坐牢啊？他们这些人，你看刘宪斌、陈曦、陈蔚，然后这些这些人加起来，他们坐的牢大概已经超过一百一百不知道多少年了，年真的有一千年了。对，反正就是这么多人，人这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嗯、这是国内的人，但是他们他们如果是投入这种事业，就是得牺牲自己的自由，<对>甚至于牺牺牲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牺牲自己家人的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献身者。但是我们在海外的民运，我因为一直都介入，在某一段时间中间，我是介入，我看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我知道有很多这种从国内逃出来的人，他们都经过逃亡，也经过牢狱，经过恐惧，经过愤怒，但是有。 很多的人，他们确实是从本身来说有一些缺陷，呃，也许开始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很年轻，一下发生了这么巨大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措手不及，他们被推到了这样的位置上面去。那这样开始的时候犯的一些错误，我觉得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现在回想一下，已经三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他们在个人的。 就是认知方面，就是个人的品德的修养方面，知识方面的充实方面，还有对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观察方面，得出了怎么样的总结？他们做的这些，从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来说，我是觉得是不够的。我当然知道这个民运有一个先天不足，是经费的问题。嗯，他们得不到很多的经费的资源，很多人就。 事实上，就从事一些不，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的一一一的的一些事事事情，比如说难民啊什么，这我是觉得不对的。政治组织是政治组织，不是难民组织。我可以做帮助难民，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政治组织人，我不觉得这两个事情应该挂钩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于海外的民营性并不是非常持这么肯定的一个态度。但是也许我是不太公平的。 我说：“杨姐，你这个里面有很多是痛心的，是很痛心。我我我也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呃有所改变。我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改变，我只能就是尽一己之力。而且我现在慢慢已经退到这个人权这一方面，而事实上要推动我们我们整个的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更好一些，摆脱这个一党专政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 是不是这个你我都是一样的？而每个人可以从避开自己的短处，走自己的长处，比如是不是？有的人从宗教方面着手，有的人从言论自由方面着手，有的人从其他方面着手。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贡献。我们常常做了一些这些人权的工作以后，觉得到底有用还没有？用，都有用，一定有用的。对，因为像西藏的一个喇嘛叫做。 叫帕珍加措、班丹加措，我翻译过一本他的书，叫做《雪山山下的火焰》。他在中共的牢里面坐了三十三年，不得了的事情。现在钱永敏又被判了十三年，他加起来就三十五年。你说有什么？还有这些其他人，十年、二十年，什么人能够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判这么高的刑？哪一个世界上哪一个政府敢这样做吗？ 现在反正新疆那个那个在教育营，把一百将近一百万人关进里面，全世界哪一个政府敢这么做吗？这个中国政府他就敢，他敢这样做，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站起来说你这样做不行，我就跟你对着干。那我觉得民运他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做。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当然很佩服这些人的贡献，我佩服年轻时代魏金生。 那么年轻，不到三十岁，民主强，把自己牺牲，把自己弄出来，这么多年他也坚持下来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完人。他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但是他的经验非常的宝贵。他，我根本没有资格有可以批评任何事情。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一个人，一直到老的时候都应该一直学新的东西。你把自己看成跟一个中学生一样。 一个中学生看到的很多问题，我都没看到的。你永远要去学，也也许有年纪大人，他他比我的经验多的。你你永远把自己跟完全普通人看成一样的。那我现在是比较负责，这么最近这这么多年来是比较关注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独立中文笔会。你看我们刘晓波，你看我们一个一个刘冰燕当初创立创立这个独立中文笔会多么的辛苦，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laughs> 我们有这先天性的缺陷，也是没有钱，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还得坚持下去啊！你看习近平多恶劣，抓了多少人呢？我们十个会员还在那个里面，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着出来呢？已经老了又病了，所以民主事业就不只是一个民运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良心的问题。讲得好，是我我刚才我们因为今天做这个节目啊，是临时。 要请两位做的临时一起，嗯、临时一起，嗯、然后没有想到准备很多资料，嗯、但是我们好像在网上还是找了一些照片啊，呃嗯、有一集已经放过了。我们导播还在不在？我们导播能不能把有几张照片给我们展示一下啊？这是这个，嗯、对你解释一下这个照片。啊<对><在>、呃，这个是刘霞今年七月十号抵达德国，你看她被软禁了八年。刘晓波二零零八年呃就是被捕入狱，然后。 到了二零一零一零年的十月，宣布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那个，那从那一天起，刘霞就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就是被软禁起来。嗯、那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他终于在小波去世一年之后，还差三天抵达了德国。他现在刘霞住在柏林，他的情况一切都蛮好的。那么，他慢慢会习惯这个新的新的社会和新的语言环境。 哎，这是他刚刚出来的几天，我们一起在柏林照的。对，还有另外一些照片啊、哦，这是廖义武。哎，这廖义武也是一个呃非常著名的作家，他这个二零一一年逃离中国，那么就离开了中国。他也是在这个八九之后，因为他写的那个那个诗作《大屠杀》而，而呃还有他们和一些同事同。 同道们一起要拍一个《安魂曲》，拍这个天安门屠杀的事件，而被判刑四年。他的同道很多人判刑两年，或者是短一点。那么他坐了四年的牢，后来出来。那么九十年代他一直辗转，就是真的是。他很幸运了，运因为他去的是德国而、哎、不是美国。<laughs>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就是太多的名人，太多的闪光点。 美国的这个政府和这个支持这个民主、民主和人权的力量，没有像美国表示那么强，嗯、所以他在美国出了很多书、啊。嗯嗯、是，那廖一武的书因为是比较是纪实文学的，特别是他那一本就是叫做中文叫做《证词》，但是后来翻成德文就是一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也也有也有英文的，那个非常受欢迎，大家很觉得通过他的这个文学能够看到。 中真实的中国，所以他很受欢迎。这张照片是我们今年九月在汉堡照的。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花大量的钱在国外做他们的大外宣，我们都跟那个就是西方的这个人权组织或者其他的组织起来做一些对抗。我们主办了一些活动，谈中国的人权，谈中国的言论自由。这是这张照片是那个跟他一起照的。 这个是，这就是林培瑞了。这是林培瑞了，汉学家，这是汉学家。因为他是普特森大学的教授，他在那里是擅长于女尼文学啊。不过他也参与人群活动很多，非常多。那大家对他是非常熟悉的，是1989年，他那个时候作为美国的那个文化机构的这个代表，代表他方励之，对他扮演的角色，嗯，帮助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的大使馆。 他现在在德国的海德堡访问，哦，一年，所以，我们特别，所以我们一是是，所以我们去特别去看望他，同时跟他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我非常敬佩他。嗯，哦，这一位呢是这个波兰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叫阿 s 米 n 尼 k 那么我是在好些年之前到波兰去拜访的时候。 有机会跟他见面，同时跟他谈一些问题。他对于这共产主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有非常深刻的一种分析和和看法。啊，我跟他见面。哦，这个。瓦文莎同志。瓦文莎同志，不好意思把这张照片放出来，嗯、但是。瓦文莎现在怎么样啊？他身体还不错。哦、那个他当然就是他后来当了总统以后，确实也有人批评他这个那个。 但是他实在是很了不起。他年轻时候做这个团结工会，这张照片大概是好几年以前，大概是二零一二还是二零一三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跟他见面，他还还跟我这个秘密传授这个成功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应该怎么样在一种这个政府措手不及的时候要采取行动等等等等。” 非常可爱，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自信、自信的一个人，而且很勇敢的一个人。嗯，当然，他后来当了总统以后，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他肯借鉴我，我也觉得很荣幸。嗯，这几张照片呢，嗯，每一张好照片，哎，这还有哦，这一张是我先生。对我没看见，我对。这张是我先生马汉茂跟这个马建，马<健>作家马建，大家都还记得。 八十年代，他出了一本书，写西藏的。亮出我，亮出我的身也<对>空空荡荡。嗯、哎，他这个这本书写的挺好的，而且马健现在在西方，因为他有很多的书都翻成外文的英文，他的他的妻子是英国人，所以对他很有帮助。嗯，这是好多年之前的。每一张照片怎么跟我连接在一起？你帮助我来吹牛。呃、嗯。<laughs> <laughs> 波兰，这个我当然不认识马文萨，但是我在波兰出了一本波兰文的书哦，真的，不好意思哇。呃，这个马健呢，他的一本小说我帮他出版的啊，是吗？哪哪一本？是关于生日啊，是什么的？哦对。那个叫做《阴阴之道》啊，是不是？阴六四的是什么东西？反正我都忘了。对对对对，一本小说。嗯，马健是多少年的朋友？ 嗯、因为他在当年是到香港去嘛，嗯、啊，那么他经常跑到深圳来。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我九七年在香港待年的时候，他经常找我去参加 party，所以就说嘛，林佩玉是我出版的六本书《中国六四真相》天安门文件的，哦、对，哦、出版他和李亚有两个人的主要推手，还有一个是当时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嗯、啊，就是他们三个汗水家的推动这本书的出版。 嗯嗯，嗯是对吧？廖一武，你刚才讲的证词中文版是我帮他出的，很棒、嗯，<laughs> 对吧？嗯，还有这个刘霞，嗯，到纽约来，啊、嗯呃，这个是我把他送到这个这个那个记者会现场的。啊、开玩笑，啊、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是当天中午我们饿了，嗯，我请他们吃饭没有问题，嗯、但是条件是。 吃的外卖店，每个人消费五块钱。<laughs> 还有包括跳一舞，<laughs> 开玩笑，就 <laughs> 这,这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这个刘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折磨，她仍然表示了一个女孩子的韧性和灵性糅合在一起，嗯、非常好，嗯、很可爱。是她，她跟我还一起，就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有烟抽，我有想抽，没有买烟，嗯、所以抽了很多烟。嗯、所以我说每一张照片。 更不用说这个马汉茂教授了，我们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嗯嗯，是这样的，很多的关系其实都是这样的。是嗯，都可以彼此连在一起，好玩吧？是非常好玩。是我这是吹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高兴，这个两位嗯，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观众讲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清楚，故事根本没有讲完，很多事情还没有挖出来。原因是时间太紧张了。不过这个节目已经够长了。 高我们剪好几集了，呃、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什么话说，无话可说。你们做的工作非常的好，作为一个民间的一个这个新闻媒体组织，<对>你们的贡献非常的大。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我今天碰到你们就讲了嘛，我们最糟糕的就是就是缺钱，嗯，最不缺的就是新闻。嗯 <laughs> 就是、新闻事情很多，嗯、这个社会正在产生这个变化。嗯、但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新闻的变化，使我们对民主也好，嗯、对专制也好，对这个社会的变化好，比我们十年以前，比我们五年以前，比我们二十年以前，嗯、在这个世界有更丰富的这个认识了。嗯嗯，嗯是不是？是是的啊，我也是当初那个高宇推荐的。 跟我说了，你要看看那个明镜，他做的和平做的不错，你你要帮帮他。谢谢谢谢，你帮帮他。在这里，欧洲在这里。实际上我们也是。明镜有的有误解，以为我们像一个啊，这个法庭里面的明镜高悬啊，就站这个地方。不是的，我早几年的节目里面讲了，我也实际上就是一块镜子，它比较光亮然后，这个镜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别的人在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里面。是，好吧。 <好>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哦、谢,谢,谢谢我们的观众，非常感谢再见、嗯，再见，嗯、再见。